我是更难打，行，坏了，天坏助了，我们也，我们这把直接三倍一把，坏了，坏了。输四。这边你的个人，哎呦，他上来就 A 你啊！A 他，对，就 A。你他妈一局学个一技能，你跟我刚，我是。我的妈呀！不是啊，怎一么 血，给你拿了？一级学艺的亚索跟我对刚，你可别在这吹了，你一说话，我电脑主机都进水了。不是，进你水为什么了。上台没事就打个双兄你弟电脑呗？主机进水你倒打还双行，兄弟就怕呗，你好脑吧？子进水了。全是水粉，你放心，你脑子进水，我脑子进不我又拿一血了，两脑个子头，请问你如何应对？啊？对呀，啊，这不正反手教育了吗？哟，只不过对面可能失手了，不是发凭疯。什么呀？什么凭什么？凭什么亚索能被天使单吃啊？细节啊！他凭什么了？你赶紧收人头吧！我以为这亚索一级学不一 Q，样你得跟我啊！打，我可能打不过你，怂了一点往后撤。他妈学 E，我怕你啊！他怕我跑，学个 E 技能太细喽。嗯，正反手被教育了你根本不懂这一波的呀！造话，不造我这育？这手一往波后三千撤，给我让拿对人面亚头索以去为我了。不打了，然后他学了个 E 追我。这你就不懂了，很多不这种是呀，这种微操你都看不出来了。哎呀，听你说话脑啊！壳子真疼，他不是带点你的吗？吹牛啊！我不说你都不知道，懂吧？这种微操你都看不出来的，你以为对面在送人头，实际上我这一波假装诱敌深入，你懂不？懂不懂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诱敌上了，不是亚你索吹凭牛，什你是只有么？一套，以后你别叫水分男了，你叫吹牛大大。你这个下头女，别跟我对话了，真的，跟你讲话感觉有点侮辱智商，真水分的。男，哎呀，水分男，啊，说我们，哎呦，我们天使，你就是水分男啊，哦！那怎么赢你的？怎么赢你的？喂，怎么赢你的？喂，你别管，我们一把就回来了。怎么赢你的？喂喂喂喂喂，怎么赢你的？你们又怎么样啊？赢你的没有？有没有赢你啊？100多个人头，一把超，你在不是，做梦？我感觉你好搞笑，我都说他脑子进水了吧？我告诉他男枪一枪一个啊，无所谓顶得住不？你多无所谓啊，你太无所谓了。水分男，嗯，绿茶男，绿茶男，绿茶那个下头女加恶臭女。哦呦，我来你 K 头喽！你绿头绿茶男，你比那个绿茶你都厉害。哎呀！K 头 K 什么头？他又杀人了，你在干嘛呢？哟，急我了！闪现上去，你不没无听所到。谓吗？你能吹你家陪玩干嘛？你不是无所谓吗？别急啊，才离一个头而已，怎么还吹你家陪玩了？对不对？他急了，哎，你在这待着干嘛呀？周旋半天，你还死掉了。因为打野反蹲了。他让我看到了什么叫口是心非。我不和一个水杯对话，水杯对话，没事，对啊，咱们不能因为说啥都没有用啊，就是赢不了，哎，就是不能赢影响你，他，影响你的情绪，对，就是才开不了分钟啊，你就说这话，有点太早了，你高兴太早了，知道吧？我高兴太早，你别急嘛。亚索怎么来中路了？小狗狗，你能不能使点劲啊？小狗狗亚索怎么来中路送头啊？小狗狗，哥们，他喊你小狗狗，哦，小狗狗杀人了。亚索怎么来中路送头啊？我叫小狗狗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姐，有个好处，对面亚索好像不想玩了，直接来中路送了。啊，给你送人头啊？不是吧？他说他不想玩了，他好像不想玩了，直接就站在塔里面给我送了。不是吧？太用力了，讲道理，直接给对面说实话干了，不想玩了。你太你看用亚索力又要来送了。不是吧？他咋又不送了？你杀他就好了，一个就行了呀。你赶紧给对面送一个。你看这亚索这么玩游戏，怎么算啊？没事，有人抓你。哦哟，亚索在干嘛？哎呀，这亚索怎么一直给你送人头啊？小狗狗，不知道呀，原来你杀的是这种人啊，我还以为你杀的人多厉害呢。是啊，怪不得人家能上来拿两个人头的，原来都是人家人家心太疯了，我们太用力了。
我太用力了，把对面心态打崩了，你看不懂吧？说你脑子进水，你不承认，好吗？拉倒吧，哎、要不然他怎么上？人家只是不想玩了，怎么摆烂了？比谁人头多呗？那我就看亚索能给我送多少个。小狗狗加油！小狗狗，嗯，好的主人。哎呀，还好的主人。六，绝不妥协。哎呦，太六了！你丫头怎么不来中路、啊？水杯，你不要互动我，这水杯，我他妈才不想搭理你呢。谁想搭理你啊？谁愿搭理你？你老搭话茬，你花枝蜜。小狗狗，他来下路了，你要不要来杀他？我给他杀掉。坏了呀！嗯，建模也能杀，给建模杀了。嗯，建模也送了呗，肯定他也送了，也不想玩了，他也送了呗。哦，都送了，他估计没有顶住压力了。就你说你这个送，就说他是送的，你要不要给？送了又能怎么样呢？嗯，我去下路拿头去。不想搭理你，不要跟我回家。哎，这亚索在下路送贝贝，他要来拿头。这亚索买了亚索值钱了，没事，你直接给亚索送，让对面让这个亚索重拾这个希望。亚索双杀呢？对，给亚索一点自信，不然这亚索不玩了。给他点自信呗。嗯，我给他了。不是，我中单轮流来人跟我打是吧？又来 AD 来跟我对象线了。本来你都炸了。这亚索给你送两个，说实话，你直接还能玩一玩。我炸啥呀？这么好的装备啊！本来你都炸了。是啊。这个剑魔。真无语，这白送了几个东西。这个区的人好容易摆烂，真的。不是，哎呀，哟。这亚索开始装起来了，疯狂拿头。他装呗，没有关系，小狗狗会送他人头。小狗狗，小狗狗。不是你叫什么小狗狗啊？让你叫了吗？就啊，你叫什么？我在叫我家的小狗狗啊，谁家没养两条狗啊？小狗狗，小狗狗。咱不理他。照耀着正义的光，那一叫给他叫呗，咱们人头说话就完了。哦，是哦，人头说话。亚索四个头，亚索又赏金了。血呢？有什么用啊？拿了一血，一血那不是又多了俩吗？这让给你俩又能怎么样？小狗狗一会儿就追上来了。哦，小狗狗一会儿。是你个 AD 敢跟我单撸啊？操！开始针对我上路了，这几个人，人家是没瞧得起。哦，哎，说实话，贝贝，这姐妹的那个脑回路我没有太搞懂，真的。他没脑子，他脑子进水了，你管得着吗？你管啊，真是。你管得着吗？我又没跟小狗狗越不搭理你，还越跟我对话。为什么要跟我搭话？真有意思！谁也跟你搭理你呀？你还上来搭话了？完了，别跟我说话了，我不想听你说话。回家还好，逆风局太好了。哦、不是小狗狗马上就追回来了吗？无尽了，让他装起来了。这亚索都无尽了呀。某些人不说，哎，某些人能杀不是吗？再说小狗狗，你杀他，我相信你。小狗狗被亚索杀了呀！小狗不跟这剑魔对线了，我去中路对线去了。养到给你 A 没？继续送啊！怎么不送了？知道他伤害吗？去看看这。哎呦呦呦！呦呦！六六四。呦呦呦呦！一千块。贝贝。不是，你看看你在干嘛呀？你在。一千块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不是，上路给拉人头。哎呀，姐！别去拿人头啊！没事。猪要养肥了仔。对，这亚索可以送，这亚索不会玩，这亚索可以送。你要我跟你吗？哎，好大！哎，千珏，好大，好大。
哎，漂亮漂亮漂亮！抓紧拿人头啊！我这把我不想输。漂亮漂亮！明白不？放心姐，我蓝枪起来一枪一个，我到时候是个收集者，他肯定开不过我。哦，没死。你走呗。姐跟着我。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操，这一波没拿到。老板能打动这亚索不？还老板还需要老板给你道歉说对不起吗？不是我啊，一下咋了？这么跟你有啥关系吗？啊、我啊不能啊，帮你，我不能啊，来帮我吧，我们俩去吧。杀掉他，杀掉他！完了，不是这都没有杀掉吗？吃塔皮了，十二分钟。哎呀，大放歪了。这都没有杀掉，我都这么帮你都没有杀掉，盾也没给我套上啊，套上了吗？咋没看见你给我套盾呢？我走了。我给你套盾了，你看不见吗？剑魔，你主 Q 啊，主 W 的？怎么还有怎么还有陪玩怪老板主什么呀？对呀、啊，怎么还怪老板、啊？我给你套盾了，是你自己走，是你自己没杀掉他，怪我。无尽伤害太高了，你怎么还怪老板的呀？啊！怪谁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们阴阳怪气吗？我的狗狗，我叫我们只是沟通，咋不？不用你们说。这又是一波大型双标现场。哎，亚索来了。这亚索你这个时候来干啥呀？跟你有几毛钱关系、啊？本来不单杀了吗？这亚索他妈突然来了。咋的？你是小狗狗？你喜欢叫唤？是啊，我瞅他还挺像小狗。不知道谁叫小狗。你要么你就好好当你的狗吧，懂不懂？他叫什么藏？他叫什么泰迪呀？他叫也得谁叫藏獒啊？叫好藏獒，你先别三叫四不叫了，你看看你战绩行不行？那抓紧杀人、啊！姐，别给这个亚索送了，别不用给他送，他乐意摆烂给他摆烂。没事。别给他送，别给他送，别给他送，别给他送。他是哎，他是一 Q 好痛。他装备不差的。你别给他送。姐，上我上网。来了，他来了。抢头去，知道？抢一个。抢头。哎，就不给你送，哎，就不，哎，就不。把这个头抢了，你跟我帮走。哦，这都没死。这个人能不能抢？帅呗！不是这个人头，为什么还是让他拿的呀？哎！哎呦，终于我就说吧，有机会。这人头我拿到了。我刚才我拿的，我大招都放了，就是为了拿他人头，还是让他抢了。走走你应该 double Q 的，你应该双杀的。不是他手能 A 的出去，我只是我这个是炮弹，这个是。妈的，不好意思，妈四个。又不是换子弹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 A 出去？你那个应人头不应该丢、啊？我这个平 A 是能躲的，他那平 A 躲不了、啊。你那人头真不该丢，我说实话。没事，他也没几个头，我们就差两个头。十一级了，十一级了，我有 A O E 了。我出收集走了姐，你要反思一下，为什么总是人家能抢到头，你抢不到的？他伤害好高啊！操！你等我出收集走了姐，我就全来了。你现在拉他三个人，他不死了吗？他死了，到我们拉人头的时候了。这他妈很烦啊！这亚索装备起来了，电刀加无尽，伤害有点高。我没给他送，我离他远。不给他送了。蜻蜓，你来装什么？你又死掉了，你又死了。没事，换了一个，换了一个，换了一个姐。不给他送了，不给他送了。这亚索装起来了。哦。姐，上我，上我。上你，上你，你来。十一级，他十一级，等级还可以。明珠也来了，明珠。哎，死不掉吗？哎，我还加速，哎，你看。减速，哎，没减到。快点出来，快点出来。你
他 A 他。哎呀，又给他多拉一个头啊！好 A， 转手一下。气死了吧，亚索！就是不死，哎，就不给他死。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剑魔，咱俩能杀不？咱们俩给他杀了吧。那你下来吧，我发育了。下来。没事，我就在你旁边。哎，走了。这还杀不掉他吗？杀掉了，杀掉了，杀了，没事。好，还可以。这再杀不掉他，你就说不过去了。这个 AD 杀一波呗。AD。他值好多钱。好好好。小心啊 ！AD 十级，他这波不在，我在，没事。AD 就追着猫，我过去，给他宰了。不是你千别可这。死了。哎呀！不是这么多人，一丝血跑掉了，姐，没办法。然后他 ，nice， 是啊，他 A 强。哎呀，我寻，我啥？我还是我们的。我不在啊，这不我不在啊，哎呀，我真，还有五杀，不是别给他拉五杀呀、啊，这剑魔干嘛呢？怎么站着不动啊？潘唐，不是剑魔在干嘛呢呀？怎么又让他拿五杀了？这臭水杯。五杀，说话。啊，贝贝，不是呀，对面有眼子呀，咋了？对面亚索给你送的时候咋不说呢？嗯？什么？那是怎么了？是接受不住我的压力，能明白我意思吗？你有啥压力、啊？接受什么？接受啊！你看看你差人多少啊！从一开始开局我就让你追，追到现在了，一直三到五个的差距。五杀怎么说？这波人拿五杀了，你不松刚才那一波，他能五杀吗？那不就你拿了吗？那这波咱俩去杀人，非得去送那一波，人家都不去，为什么你去啊？你是冤大头啊！十二级，非常的肥。没事，姐，看我，这扛他有点痛啊。千珏来了。哎呀，我真难受啊！我以为这猫咪是帮我的，他是他妈跟着去送的，我操！我真难受。来抓我了！你现在除了死，你也拿不着人头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在这气我呀？能干嘛呀？来抓我了，对面。这把对面这么菜，哎呦，你都杀不穿他。是啊，不是他怎么又拿人头了？回家，以为我没蓝了，我一技能不用蓝了，马上收集者，马上收集者了，蜜桃姐，回家，把他们杀了，把他们杀了，把这俩杀了，杀人书，人呢？你死了？死，去死！能不能追追他们？谢谢啊。帅。一包被他开了，一巴掌带走。我去抢，我去抢，不能给他，我去抢。干嘛放峡谷啊？放，下他，不管他，让他去死，让他去死。需要你帮我吗、啊、就这么杀是吧？就这么杀，需要你帮我吗？没事。你睡着了呀，狗狗，你是不是睡着了呀？我还差447块钱，我就可以出了个收集者了，没事。哎呦，二塔没了，收集者他怎么跟我抢、哎、真会玩 他怎么跟我抢？他们将在我的，不是他没把碰到像这种亚索他能起不来吗？亚索哥中路送两个头去下了，发育很好，三十二十五层输了。
马上又要这个我应该能杀，这个我应该能杀。杀了杀了杀了姐，没事。你每次杀一个人的死一回。那没办法、嗯。你现在差他，你现在差了一大半了。不是，主要缺装备，知道吧？跟他换换，我是赚的。对面玩的没我厉害的。你差他一大半了，你现在为你现在为主，先不要说是追不追上他，你现在能多收一些人头，多收一些。十八个哟，不是怎么又杀起来了，真烦啊。杀起来不很正常吗？玩天使杀不起来才不正常。打不过他呀，亚索，你打不过他吗？现在你现在还打不过他吗？无尽剑刀啊，我试试。你收集者都收了，你打不过他吗？十六级了，不是他两刀就 A 没了，跟打小狗一样啊！哎呦，你打不过你为什么要上呢？痛啊，贝！是啊，我以为他装备没多好呢。这亚索装备很好的，这亚索装备很好，给他送起来了。打不过为什么要想？装什么装备？想试试啊！给他杀了，我又大人头啊，姐啊，蜜桃姐啊！杀 你自己都知道的装备不行，杀不掉你还要上？你当时不是说了一句你都打不过他吗？你这不是你这不明显白送吗？法穿巫术合计，你死了回家又要等时间，试试伤害这种东西谁算得准、啊？你这复活的时间，人家又杀一个人。你复活的时候杀一个人，起飞起飞。亚索十三杠十，这亚索装备非常好，伤害很高的，三四大件，你这个男枪才三件，他能他不宰你，随便杀你，好吗？这把主要忘了一件事，忘了吃野菊经济了。你这个猪心猪的有点惨，杀不了杀不了，我在我在我在。你在你打得过谁呀、啊、铁子，千玉能把你杀了，千玉啊，抽个人头。哎呦可以，他们放大、啊、这个人，我拿个红、哎、知道了，这人头还不错，这人头还不错，追上了，慢慢就追上了。 ADC ADC 在这，再来一个十，他连整都没凑好，你这么痛啊！去死，妈的！我帅，这人头不是。去死，妈的！不是，他现在又开始了六神装了，碰一下死一下，姐、啊。这已经开始越塔了，已经。哇 ，baby！ 不是，他现在敢站在人家拳手，我站不了啊！他现在已经把人家堵在泉水里面杀了，我怎么站啊？你不要觉得你拿一个人头、两个人头就够了，知不知道？我来了。我们要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领先他呀，领先。死！怎么每次搞得你杀一个人你很知足？你知不知道你多久才杀这一个人啊？你要多久才能领先他呢？跟他后面，我大招加收集者应该能抢得过的。我又这么杀了，想打逆风局。杀一个两个就满，直接跟他后面抢。你不看看你差多少？兵线我也抢不过他。我不想只要你每次，我想让你就是基本上一波上见到人你就能收一波。能不能杀呀？还挺心机他。你不能杀你就走啊！我不想输。没事。再输了。你看，哎呦我操，太牛了！他就是跟着你后面抢人头的宝。没事。这个亚索剑，我跟你讲，留着神剑，叫他行。我有收集的，我有收集的。哇、哦，这人
不是，他直接融化了，这是。不是，这人头你为啥没抢到啊？走在一起没抢到是吗？抢得到吗？走在一起的人头你都没抢到，你告诉我你技能留着吃什么来着？我上去，我上去。啊，你技能留着过你、啊。上去，再上去。吃到伤害吗？哎呀，姐，说的好急啊！我也想。为什么不放呀？这亚索偷得很开心啊！这亚索抓得到吗？跟他贴在一起，他打完伤害的人头你都拿不到，你能干嘛？不是急啊，我也很急啊！他这个伤害太高了，他出个妖，你技能留着吃屎啊！你预算好啊！你预算好，为什么人家他为什么他为什么水杯能一直？你看嘛，你看他伤害能抢到人头，你怎么就抢得到？那伤害高，他有巫妖，有斩杀线呢。亚索偷得很开心。他一下能给人摔死吗？对啊。他再伤害高，他一下能不能给人摔死？一下扇不死的情况下，是不是你可以抢一个人？你为什么？攻速也快啊！你说说。加没了，没事。你怎么这几把玩的像个智障一样？尤其是这把，你说怎么像那个智障一样？你怎么我你还说人家那个假肢呢？我看你像假肢。我争取努努力姐啊。你努力什么呀？你把把都说努力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两次机会，这第几次机会了？你看这一波，他收不了头，收不了头，全是我的头。你说我在后面，自己要不要脸了还？我抢了一个，抢了一个。抢一个有什么用啊？我抢了十八级了，那手比我长。抢你抢一个，人家抢几个？他抢不到的，没有用。你抢一个，你告诉我，你抢了一个。33个，他怎么才9个呀？对呀、啊，我刚还说让他先追平，先追成10位数，他好像有点难。没事啊，我装备马上起来了。拿什么追平啊？回家出了个多米克林组的一只吧。这回给我画大饼。马上50个了，姐，这亚索可这下路偷塔呢，偷的可开心了。实在不行，咱们让个三路高地啥的，是不是？给对面点机会。没用啊，哎哎哎，哥们儿，他要被亚索单吃了。可能吗？可能吗？可能被亚索单吃了。爆炸！可能被亚索单吃了吗？我这输出啊，不急，慢慢来。这个线清醒，吃点经济。他现在六神装，我真抢不过来。34杀。你又在睡觉吗？你是在睡觉吗？你不杀人，你补上兵线了。姐，我已经起来了，但是。没有大龙走了吗？不是钱不是白，这个没大，不是白人头不是白出了吗？你起来了，你在干嘛呀？我操！你起来，你杀人啊！你看看水杯在干嘛？这个、直接在飙。水杯一直在杀人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清兵线，那兵线用你清啊？那水杯都不清，你清什么兵线啊？我去杀人了，姐啊！那水杯都杀多少人了？马上50个了，你还跟没事人似的，痛啊！主要跑也没有他跑得快啊，我真难受啊，痛，太痛了！姐，我来了，减速他，减速他，减速！他死了，红 buff 烫死了，我现在被丫头2刀就 A 死了，什么情况？因为你没伤害呀，因为你没伤害。抢到头，抢到头，姐，抢到头，抢得到吗？我一个风女，我拿什么抢头？你在说屁话！小龙钓鱼，勾引对面打小龙，很细节。你是在说屁话？我跟你说，你别叫他水杯了，真的。他杀人杀的那么快，你叫他飞机杯不好吗？飞机杯，我的妈，太吓人了。不过说到底，他是我的宝贝。什么气宝宝霸宝贝的？哦，有人酸了，有人只能当小狗狗。你看对面都出魔抗了，
对呀、啊，对面都出影魔刀了，怎么办了？坏了呀！对面出魔抗了呀！借口，男枪要起飞了，什么用啊？男枪要无敌了，杀就完了。怎么办呢？男枪无敌了。哎呀，男枪无敌了。你看看人家一直在杀人，一直在杀人。凭什么他这个天使碰到的爸爸人都是这种样子啊？就是我还能干嘛？不是哥们儿，你都六神装了，你还搁这吃金鸡呢？就是不给你吃啊，就是防止给你吃金鸡啊，让你起不来，让你杀不了人，还不懂吗？太会玩了，玩跟我玩脑子、嗯，他操作没我厉害的。操作没你厉害，你想搞？操作没你厉害。你搞笑吧你！我们的小妖扭的不好、啊。你看还想抢人头，我靠！这没 K 到，这凭什么拿到啊？哎，先让你死啊！死不掉，不好意思。大的，我的宝贝，怎么打不追了？死不到，死不掉，没有用。人家又拿了俩人，又拿了个人头，你呢？哎，你又坐着睡觉。这边还有八个，想这站在我旁边抢人头是吧？你得整三个头啊！啊！为什么这辅助控我呀、啊？哎，妈的，这个千珏伤害真高啊！杀了一个，杀了一个姐妹，1.6秒死了，放个电刀，不还好给对面送一个，还差八个哦，阿宝一下。先打千珏就好了，一定要阻止他这个八个。你放心，我现在全程跟着他。姐能守住吗？姐别别死了，别死了，抢不到啊！等一下，我别死了，我家守一下家，守一下家。他们要一波，他们想一波，清个线就行。哥们，你再不清线，你也杀不了人了。我知道，我回家了，就秒不了线。我的妈！不能浪。哎呀，这对面很嚣张啊！千珏这玩意咬我都这么痛啊！我操，我盾，我操，我盾，有盾吗？我们买圣器了，有盾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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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我电刀了，我电刀了。你杀呀！你倒杀呀！影魔刀绿甲，我操，真他妈恶心！还那么姐上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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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秒了，他被我秒了！上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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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往后走干嘛？你打谁呀？上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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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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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上你啊？上你啊！抢得过我吗？啊！抢呗，拿呗，你厉害，你拿呗。这波可以。回家去装备。我伤害太高了，小狗狗算不了。我现在就可以贴着你了吧？你18级了，宝宝。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跟着我。不是，他又要杀了，我得跟着他，不能让他杀。我要在你的身上，我要在你的身体里旋转跳跃。伤害太高了，妈的！都是眼哦。越塔可以。哎呦！好越难受，真没给他秒了。我现在伤害这么高。哎。没事，他要死在这，他要命丧于此。怎么死？有我，他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每次拿一个人头，人家拿俩。你拿俩人，拿四个，你什么时候才能这样啊？哎，他就差，还好，完了，千珏好痛，他就差四个。我换个 AD 吧，三个影魔刀，喜欢。没事啊，换到装备，换 AD 流了。千珏太痛了，他就差四个人头就满了。买一个。好接好接。四个人头不可能让他拿的那么爽的，刚刚我都抢了三个了都。但是我还差五个。怎么出来的？咋出装来的？我都忘了。你别忘呀，宝宝，你怎么能忘？出个装备，出个什么装备？你快换完出来。我换物理流了，对面好像没有魔法伤害，伤害好像都挺好的呀。我发现这回默认没什么用。我要。哎，他们打大龙了，他们打大龙了。放个啥呢？饮血剑。没事，我等会儿就跟着你，贴着你，跟着我吧，就疯狂输出就好了。跟着我吧。我阻止我。哎呀，你死了！你死了！我让千珏打死了。完了，复活甲能过来吗？能过来吗？来你着急？
我过去有什么用啊？哎、也来不及了。你刚不是跟着我后面的吗？我哪有跟在你后面啊？我是从蓝爸爸这边过去，我跑过去啊，我打着飞机去、啊。我怎么看见吗？回头走了。啊！你让我打着飞机去、啊。锁不住姐、啊，锁不住。这个牙锁好痛啊！哪能有那么快啊？这里。亚索在偷家，这亚索，这亚索装备也升装了。对他弹你好痛。一下就死了。不是，这为什么要上？伤害好低啊！他们不是打大龙吗？当时啊，完了，我刚起来。又输了，又输了。七呗。